开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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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个还是还好，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这个好一些了，这个好一些了。嗯嗯。哎，怎么看不到你的弹幕啊？是没人说话吗？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啊。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蜀王宝死命不放。加场，老铁，直播加场，没有办法，事业心就是这么敬业，就是这么洋气的，没办法，请叫我吴事业。为什么这个相机老是显得嘴巴是粉的，还是那种玫红色？无语，显得人黑黑嘴粉粉，卷起来了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做主播还有回声啊？还有回声吗？还有回声吗？哎，我怎么有奶标啊？你胡说，我也没有，我这有痘。哎，看了没？快玩，快等我。Hello， 没有了是吧？我靠，哎，我靠，哎。来吧，速战速决，开始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和王宝儿骄傲的倔强。哦、这个是。谁呀？这不就看我手宝，你快点！暖手宝，你没有。我里面穿了一件，装什么？哎，不好意思。好耶！哎，偶方禁用什么？熊没声音，还是没回音啊？没回音哦。什么没声？有人说没声音。我和我骄傲的倔强。有啊，我是吴事业，你呢？我是。哎，吴事业这不好，他好像是搞得没有事业一样，怎么曝光了？老铁，对，好好对个焦吧，老铁，你能不能好好上班？哎，我选人了。爱有期限吗？爱你就没有，是你就没有。哎呦，我真的吐了！怎么举报啊？哎呦，还要送礼。爱有期限吗？上面是我，上面是我，下面是王板。有一声音，我把我调大一点。请选择你的英雄。请选择我的英雄。我这边主打一个。我这边主打一个什么呢？主打一个主打。猪八盖，我玩一个什么呢？完了，我真不知道玩什么了。猪八盖啊！我主打一个什么？主打一个什么？至高至美，亘古永恒。我和我的老公，我和我的脸推，至高至美，亘古永恒。我什么位置啊？上单或者打野。那这不上单吗？好，射手或者打野。啊，他有打野，你是射手，宝贝，你是射手，宝贝，射手，射手，宝贝，耶、yeah, ，OK， 耶、yeah。米老鸭是没睡醒啊。
米老鸭是没睡醒啊，没睡醒的话现在去睡觉吧。如果是睡觉睡眠不足产生了一些个幻觉的话，那现在就去睡觉吧。哦对了，前两天 B 站的那个王者官方，不是王者官方吧，啊 B 站的官方，人家有100万粉丝呢。 B 站的官方他说，你好，你们是不是在 B 站直播王者，可以加一个你们的联系方式吗？是要给我们送皮肤吗？啊，我个人是不反对。我这边如果你如果那个运营你在看的话，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想给我送皮肤是可以的啊，全皮肤，但是就是说其他的就算了啊。哎，确实其他的就是没什么意思啊，设计一个我们的这个情侣皮肤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在你们这个王者里面好像是没有，就是目前没有两个男孩子啊，或者给我一个国服的标好不好？可以设计两个这个角色好吧，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去做那个指导，我可以配音，做指导，哎，可以，对，可以给你们新出这个角色配音，哎，一个叫罗西混，一个叫无花果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小姐主打一个什么啊？怎么办？这俩是连体音，我不是连体音。谁？这瑶不是跟着我了吗？不是，做自己，靠自己才能做自己的女娃。啊！小乔，我杀！没打到。宝贝 ，OK， 啊，开始先进了办公室啊。众神以无尽循环的音卡了。哎呀，好了没？哎，我聪明了。哎呀，这技能了。哎呀，宝贝，我的妈！哎，我的妈，宝贝。我头有点晕。头有点晕。嗯，这边看能不能帮你多一波。哎呀，又点错了，我真的头好晕。哎，我老是把普通攻击点成二技能，然后我手里总是没有二技能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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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了这个孙，很不错，老公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头拥拥的，老六六，草里有人，小心！真不啊，水晶晶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树了？杀了他！
可以可以，别害怕。他敢出来，我就敢。不敢。真的很讨厌，真的很讨厌。死了你！你死！啊！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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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卡卡了吗？哎呦，没来了，还是锁了一下。开始撤退。收到。这就完了。啊！这就完了完了。卡吗？肯定卡、啊。那我们第一次就是在 B 站直播的时候也不卡呀。这网络现在出问题。总是断断续续，在那个房间也是。有的是在客厅也是。天哪！哎，我看到，给你蒙蒙的呀。过来来，我打死你！文明的结局。哎呀呀！这小乔好老六啊，怎么啦？他老蹲在这个草里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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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么蠢呢、啊、谁苏亚香吗？哇哇收到。哎呦哎呦可怜的瑶啊。收到和最高的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为什么没有人来？为什么没有人来？需要我放大的时候就跟我说。完了完了，全来了，完了完了。可以可以，哎哎哎，哦，可以，这不得洗，这不得洗，我看你跑得了，冲！完了完了，跑了！哦，这么那就难搞了。哎呦，我们下路都被打穿了。对了，众神无尽循环的因果。启示个体终将为自的命运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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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n
been slain.记得战绩，哎，我的画面怎么看的？我的战绩是38，没了没了，给一个机会。没事，失败乃是成功之母。还打吗？看你。你困你就不打了，也不是困，好卡、啊。嗯，是你的宝宝，再打一把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坚持一下。哎，我肚子在叫。我跟我最好的。一点机会都不给，什么人呐、啊？哦，现在是在赛季末是吧？现在是什么？赛季末。哦。赛季末，吴老师就差一颗星，就上了什么无双王者，怎么都打不上去，怎么上不去？哎，进人宝宝，我这边推荐我们的王宝玩一个这个阿古都，阿古都，阿古都，阿古都咕嘟，我今天16-3都没能赢啊！我伯父阿古多现在想去罗格亮，这个，哎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辅助。去握个脸。我也没开麦克吧？应该不会被听到吧？应该不会。我走。还有三天。刚刚虚啦，刚刚虚啦。有机会上的吗？
虚了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虚虚盈盈。我一个24颗星了，刚刚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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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般周四更新啊。来一把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他自己给你选的。谁给我选的？自己选的。哦，不，你不是打野啊。我不是打野啊。哦，我是圣丹。吓死了。还剩5秒。我要菜鸡。你是菜鸡呀、啊？是。这个人他怎么有自己的头像啊？我看。这就是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比赛搞的呀？我怎么没参加那个比赛？对啊，我拿手机走的呀。我以为是就是自己选的。是啊。请你不要到处。扣扣。受死吧，还吓死了。我们今天我们主打是一个什么？杀回，我们主打开着婴儿车横冲直撞。我摇。献给生命的诗篇。我看看有多少人第一件就做过女斗篷。我一个弹弹弹，你们都给我弹弹弹走鱼尾纹。弹走鱼尾纹。我擅长即兴创作。他回家了。嗯，他没血了，真没用。等一下，那个打野要来抓你的嘞。啊，你别压得太深了。先葬他一步啊！星光抚慰灵魂，他们辅助应该也跟着打野了。啊！怎么了？上去找狄仁杰了！爸！哎，看到打野，婴儿车的车速还是不够快呀。我这边跟这个艾琳单挑一把。我单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仰望星空，是我写诗的灵感。你跑了是不是？是的。非常的不错。艾琳，你去死吧，你艾琳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都要把自己磨死才行，把他的人参果吃了。啊哦啊啊！我当时我一直在摁不出来，唉，真是可惜了。你没给我的伤了，我的臭吧。贪杯，可不要贪杯哟、哦！可不要贪杯我。啊啊！不要打婴儿车。啊啊！我治疗啊！你傻死了，就这还死了，蠢死了，蠢死了！回血过来，说了啊啊！这波承受很关键。说了不要就是欺负弱小哈、啊，你不信啊？我弹死你！啊！啊、哦！鬼谷子。看到流星要先许愿。乖的了，这鬼谷子。可
回去回复一下吧。我开着婴儿车来了，看看我老公，老公冲，老公操作他，老公 ，yes， 我现在马上是飞过去给你加血，就是太远了，好像从长沙开到了武汉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艾琳，我吸点他的吧，你没事吧？吸两口来，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吸两口，吸两口咋的了？事多的。是脚枪啊！他把你的龙抢了，他把我杀了。龙呢？其实我们拿的。啊，那就又是他，帮我把脚枪杀了。好，就现在，受不了了。我这边帮射手卡。老铁，看我的战绩，54321，说明我们是一个什么？哎，狄仁杰，狄仁杰，不许打他，治疗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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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上还上还打，哦，可以可以，我是老铁，付钱了付钱，这一波关不关键？关键，这一波成伤很关键。我一个辅助，我没了，是不是比这个射手没了好？很关键啊，很关键。献给生命的诗篇，永垂不朽。你不在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上猪下堡是什么东西啊？上猪下堡，你打字都能不能多查几个？还可以，确实，这射手估计今天晚上睡觉都要笑醒。夜色降临以后，星星。哎呀，谁能救救我？我这边装卡，我这边去看一下镜。哎，真是一帮蠢蛋。想抓我，请求集合。来了，你卡墙了，请求集合。这个亚瑟在干什么？谁知道我录着我是不是？仰望星空是我写诗的灵感。仰望星空是我写诗的灵感。这狄仁杰在这干着干嘛？你要干嘛，狄大人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狄大人，小树杯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！送上门的鹌鹑。哎呀，怎么刚过来就被打了一下？神经！这边，哎呀！我给你奶一口，老公。老公，别跑了！哎，就奶这么一点儿。真是。鸟没了，我走了。婴儿车蹲草。你是什么东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我直接一个治疗，我直接一个回血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就这，发起进攻，就这，就这啊！我仰望星空是我写诗的灵感。哎，狄大人，狄大人，我直接一个弹弹弹。没意外，有你在，没有意外啊！狄大人很莽撞啊，狄大人。即兴创作，即兴创作了。哎呀，我乌鸦没了！呼啦呼啦！我给再用你配音。呼啦呼！哎，没电了。献给生命的诗篇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吹你两口。狄大人，那边人很多哈。听话的回了头。好，这边我看草里，草里有人。哦，这边给到一个大招，我弹弹弹，关键群控，我直接给你们回血。可以啊。关键群控，老铁们，老铁们，我直接回血，我直接，哎，老公，
OK 可以。哎，哎，狄大人，哎，我直接一个，我只是接一个回血。可以，非常不错。可以。高端操作。可以，高端操作。这波不得把他打飞了？飞就完了，管他个是谁。飞就完了，飞就完了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还有大招，没有想到吧？还不出制裁，看不起我婴儿车，我不是当初那个婴儿车了，我现在是消防车。哪里有火我就救火，你就我直接一个，可以，非常的不错，老公一个治疗。老公我给你全奶满，要的就是什么？要的就是丰收。怎么样？非常不错，写满了吧？我直接谁敢打我的老公？谁都打不死我的老公。导演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过来，你跟我决一死战来！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你给我啊！老公！哎呀！啊！你过来呀！就这呀！好洗，哎，我洗了，嗯，收一嘴，这是属于什么？碾压，彻底的碾压，对吧？我必有一个牌子，是了，是不是？是金牌辅具，我怎么没有牌子？应该有 MVP， 我有 MVP 的牌子。金牌法师，你看分数的只差零国服美零点一，零点一，正好是我们俩神雕侠侣，我们俩零点一，米米是点，改起名叫点点，别人说哎他叫什么，他叫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零点一组合，这意思啊。我们俩什么相得益彰？神雕侠侣，31%的输出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游戏之旅就到这里了。可以美美睡觉了，这把非常的开心。哎，是什么东西？这把非常的开心啊！非常不错，非常开心。谢谢木迟迟老师呀！哎呦，谢谢木迟迟老师。谢谢小公主别看了，谢谢 大小景老师，谢谢园林开心啊，谢谢不要给我吃药，谢谢小狗遇见心软的弦，谢谢嘴硬没了成，谢谢那个草莓不太甜，谢谢 Bill 79的，哎呀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可以美美睡觉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那个狄仁杰，他睡觉他气得睡不着，他梦里都在想这个蔡文姬啊，我家真好，对啊，他梦里都在想对面那个亚瑟半夜都得醒了，就是抽自己两巴掌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会打成这样？芈月，芈月。晚安了，铁们。晚安了，铁们。我狠狠报仇了。我之前用那个花木兰的时候，就老是打不过那个亚瑟，老是被他压着打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是芈月。Oh boy.